这首歌是那个我一直很喜欢的歌，它是来自许敬德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想你》，是很轻快的一首歌。我陈真鼓手不要，哇，台东鼓王，台东鼓王有在吗？
好的，好啦，就我也是铁花村的工作人员这样。然后今天因为本来我今天没有要上台，所以我今天就微邋遢，就戴眼镜。可是我的度数加深，所以我不知道台下有谁。第二首歌 ，OK 哦。OK， 好啦，那我就印那个 PA 大哥 PA 老师的，就是他很喜欢听一首歌，他这首很有趣，可是原唱唱的比较慵懒，我是走比较可爱，是吗？好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。叫它叫做美丽的女人。
好了吗？好啦，那这一首我也是刚在洗杯子的时候，然后主持人说，搞不好等一下要换你讲，然后大台的一个同事呢就想要听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一个创作歌，它叫做《想要的感觉》。干嘛笑呢？反正就是想要的感觉。
等下看到他不要给他吃骨头。谢谢大家，主持人。